九七当中好像谁在 EP 谁就是王者哈、啊。叶枫跟何俊的这个对决哈、啊，诠释了这种说法。但是其实顶尖高手的话，应该是 EP 二 P 都是很平衡的才对啊。我们来看对决，这场比赛呢也是一个选自一个抢耻辱的对决哈、啊，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哈、啊，比分一度差距很大啊。我们来看一看比分，然后看一看精彩过程。粘不住啊，先落地的优势直接抓，然后捅一下，一个中断技，再一个后跳 B 直接干掉。何俊的龙二，我感觉就是在 EP 的话就已经有点无敌了哈。我说的是打叶枫，叶枫被他打的有点惨了、啊。上半场的话也是真的啊，对这个龙二是一筹莫展了、啊。这把推的还不错，千鹤应该说打这个何俊的龙二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，属性上是有一些克制的。毕竟住持可近可远，而且判定他比你强，但是得牵制好啊，不能跟他贴身。你跟他贴身的话，千鹤优势就不大了。那、啊、不怕你骗啊，你骗的话我就轻脚试探一下。你如果真身过来，我打我就马上刚你。何俊龙二应该现在真的很顶级了啊，非常的霸气。哎，这一把起身吃了一个玫瑰之后，空血刚好抓中，哎，失误，好一个驾照什么鬼？这波应该点一个下 B 才对啊，出了一个站跌，导致要反杀的节奏了哈，刚刚好死了，哎呀，好，再看这一局，比分来到了3-1，再一次偷中下盘，叶枫很喜欢抢招啊，很喜欢抢空，我就偷你下盘。一定要小心他的偷下盘。跳压，喂，这招还是好招的哈、啊，还想百合折呢，直接是躲开了之后哈、啊，过来再没点中之后啊，一套加上蛇矢。又再次倒地。完了，这一颗气用了之后还在角落，好推动住蛇，哎，刚好打晕，很酸爽啊。好，再看这局，玛丽没气，哎，晃了一下，刚好 AB 过来命中，晕点在身，不要乱动了。还一笔啊，直接踢中啊！这一把呢，也是显现出了何俊 EP 的强大能力啊，4-1，然后来到了下半场。下半场的时候，叶枫这个时候呢，他还是落后了整整6分啊，落后一半的话，其实一般来说不好追了啊。哎，这把失误了，太贪心了，想打5连，想打复合指令啊，跳低带一个抓，但是人家没有动。好，卖了一个血，再抓，百合折吗？好，跳吸之后再跳吸晕了。可以发现啊，叶枫在 EP 的时候突然如鱼得水了，然后何俊在 2P 突然又感觉不像那么强了啊。跳吸过来，继续跳吸下盘。哎呀，这一波很敢出手啊，但是刚好呢小八神退跳了一下，继续跳压。好，二段跳抓，重拳必杀。这猴子没有气，有时候那也很没办法，在角落。八神在板边，那个套路多得很，手段也很多。腾空来，好招，站 A 之后再下 A 哈，打乱动。接葵花车跳吸，好，再一次要打晕的节奏了，很轻松啊。好，看看下一局，这个时候呢是来到了10-13。再一次跳吸过来，再一次压进板边，叶枫后半程开始发力了，葵花倒地，跳吸之后跳吸啊，哎，站 A 之后跳抓，重拳必杀。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继续不用加必杀的哈，可以继续葵花。哎，再一次命中下盘死了。
以后他们要长个记性了啊！如果抢十五的话，该换皮得换皮，抢十该换皮得换皮。发现好像在一 P 二 P 悬殊有点大，猴子一就没气啊，连续跳压完了啊，这波要打晕了。刚刚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细节哈，6-12的时候追到了10-13。好，跳鞋，连续跳鞋葵花，进板边葵花，啊，在葵花之后打得很帅气给力，再次偷中下盘命中，啊，打晕啊，然后来到了这个叶枫的赛点，连追了4分哈，本来是落后了6分哈，现在是反超了1分，喂，下逼还鬼笑过来哈，我们做事有始有终，把这一场看完吧。1-6直接拿下了哈。啊，叶枫非常喜欢这种下逼之后鬼笑过来啊，你要么切防，要么你要预判对手，然后抢抓之类的，或者用拳脚来破掉他。哎，这下升龙安全跳的啊。比赛带弱，飞慢了。好 ，AB 过来占据一个有利位置，连续跳压，刚好猴子没气。哎，又二段，这一把输了。黄奕这个时候心理压力太大哈，他也是有一点小失误在的，毕竟叶枫后面追的分追的太多了，他有点被打懵了。顶没针，好再顶，好推出刺客过来，想打康追击没追上啊，继续拳脚压制，再弹回角落。好，下盘命中，哎呀，带入必杀。好，后跳吸卡位哈，啊，一记重拳拿下。打到这个时候的话，应该是觉得叶枫赢了，看看是不是如大家所想的。80%手底的话不好啊，起身没气是他的最大弱点了。一旦被压进角落，这一波想要跑抓，发现势头不对啊，马上防住，然后又被打进角落，再防一下发个波，哎，没踢中，又再一次进角落，这一下应该没有了，应该要结束了。叶枫赢了之后，他的粉丝也是非常的狂欢了啊，毕竟落后6分还能够反杀，对吧？福利波没有中，很顽强的八神啊，最终死了哈，恭喜叶枫，关注羞羞，不易走丢。